我要变得有钱。看，这个面真的好好吃。我会吃得像没有痕迹一样，就是没有动过。豆豆，有人在偷吃你的面。你怎么能告状呢？看一下，这是我从林佳慧那里我学来的。我说了什么样子的，再给他什么样还回去。表演完再记录一下，原封不动，原封不动给人家还回去。你这样又开始自己的指甲、美甲事业。小薇已经开始分了，我可以要一朵花花吗？啊，真的可以呀！好难唱，哈哈！啊，给你们看花花，小薇给全车的小朋友们分了水果。小薇呀、啊，小薇，画一把唱着梦中写的歌，我把思念变成一幅画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这场叫做怀旧场是吗？好好笑。我的后背也只想早一早准备，我必在等候。哇塞，大兴剧场哎！我竟然在大兴剧场看到了全聚德，哎呀，好大哦！哇，我感觉大兴剧场的休息室好高级哟、哦！嗨。为什么不行？是不是要摁一下？哦，对啊，赢的挺好的。哦，好神奇。天哪，原来这里真的有呷哺呷哺，我还闻到了很浓的火锅味哦。好冷，这是都不舒服，我只是想
还有花瓶呢，不是想出来看。